前天，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出了19周大奖，了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一看这个单子，哎呦我天哪啊！19注中奖，对不对？15注落在了上海，天！关键是单注价格587万，这么多，15注全在上海啊！哎，让我算算，算算，单注587万，15注的话，哎，我算出来是8805万。不可能，你现场算的吧？有这么快吗？8805。说啥？那我不会算，你会算啊？家里数谁算的呀？家里账你管啊！更加巧合的是，这15注一等奖都来自上海黄浦区同一处销售点，加上这销售点售出的二等奖，一等奖、二等奖都是这个彩票店啊。嗯。奖金合计9700万元。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谁呀？9700万呢？谁能得到这1亿呀？我天哪！米老鼠，位于黄浦区顺昌路597号的这家福利彩票站，就是这次开出15注双色球一等奖的站点，加上二等奖，总计金额达到了9700万元。听闻喜讯，不少彩民特意前来购买彩票沾喜气，想感受感受这个气氛，喜庆的气氛。都上海做大奖了，也在这。据彩票站工作人员介绍，中奖彩票共6张，花费240元。投注方式为6+4篮球复式投注，因为售出时间集中在1分钟内，推测有可能为一人所中。应该是一个人嘛，因为可能也是我们的老彩民，他因为可能是首号的。如果真为一人所中，那么9700万奖金金额是2011年以来上海彩民中到的福彩最高金额。截至目前，中奖彩民还未现身兑奖。我的天哪！咋的？1亿呀、啊！小目标就，小目标就这么地实现了啊！就靠这个买彩票实现了啊！是，跟你堂哥，你就天天你当我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哎、你得了吧！中奖的只会是米老鼠，也可能是葫芦娃呀，也可能是唐老鸭，反正头套每天都在变、啊。哎，不知道这个彩民看没看到这条中奖信息啊？看到的话赶紧去领奖。是的，管你戴什么头套呢，对不对？